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林的西班牙文基础教学。那么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词。那我们来看 sujeto 主词。主词是句子的一部分，执行动词所表示的动作。为了找出主词，可在动词前放一个疑问句。那在这边我用 quién 谁、哦、这个疑问句来做一个例子。那我们这里有个例子， Nick prepara el almuerzo、哦、尼克准备午餐。那这个疑问句就是说 ¿Quién prepara? 谁准备，然后答句 Nick prepara el almuerzo、哦、那在这里尼克他就是一个主词。那这个主词除了我们、你们、他们、哦、你、我、他，当然人名也是可以变成主词，一张桌子、哦、或者是一只动物、哦、也可以变成一个，也是可以变成一个主词、哦、所以、主词它是一个句子里面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分。如果我们没有主词的话，有时候会让人、听不懂，或者是不清楚我们在表达些什么。当然同样的动词也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动词这个部分呢，在后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。那么主词这个部分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那么别忘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帮我们订阅分享，然后呢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那么今天主词的部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 Gracias